十一有没有？啊，有些是十码，所以长度又不一样。那怎么样可以让它自己帮我抓出来？我们可以用什么呢？聚集哈，录制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用那个资料剖析嘛。资料前面有讲过，那资料剖析的好处是说，它可以帮我抓到 dash， 下一步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哈放在这个一栏底下。那这个的话呢，不要汇入，按完成就过来了。不过呢，你在过来之前呢，还要先做一件事情，就什么呢？出这个格式，否则前面的零呢会不见。哦，那这部分该怎么做？我想哦，大概先了解一下。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哦，我们再看看。第一个，我们先录制聚集的方式，先跟各位说明一下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不用聚集的方式怎么做？那这里的话会牵涉到用那什么呢？用那个字串的相关函数，比如说呢，哈。这边可能会牵涉到我要找到这个 dash， 然后找到这个 dash 之后呢，我要把前面的东西呢把它抠到这边来，那把后面的东西呢抠到这边来，所以我必须要知道第一个 dash 的位置，第二个是说它总共的长度，比如有几个字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总长度还有我要取几个字，那从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，所以如果要取后面的这几个电话号码的话，我会用到几个函数啦，就是 mid， 明白 mid， 然后但是我要知道 mid 从，因为 mid 要三个参数，从哪一个字啊、哦？然后呢，从哪一个字开始？不，从哪一个字串取？从哪取几？mid 哈、哦，就三个参数了啊、哦。第一个一定是从哪个字串取它的开头，从哪个字取几个字嘛？哦。所以呢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我要知道说，哎，这个 dash 后面这个字的位置在哪里，就可以把这个电话放过来。好、哦，那前面的部分呢，如果我找到，假设它的位置是在第三个，那我就取什么前面，那我可以用什么，用 left 就好了 ，left 函数。哦，好，这里的话呢，我想各位也可以试试看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这一题是在那个第二的范例案例二哈、哦，案例二的部分。